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《隐形的翅膀》，然后也希望这个武汉肺炎赶快飞走，好，带来这首《隐形的翅膀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
谢谢这首《隐形的翅膀》，哎，嘛谢谢这个来自这个台中，哎，台中奥利的大哥，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会就到此结束，哎，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，然后回家的路上请小心，哎，谢谢，晚安，拜拜。